哎，同学你看一下哈，这个题目啊，它是 RLC 变流，它说要调整这个电容，使整个电路谐振，求谐振的时候呢，这个总电流 IS 等于多少？啊，因为谐振哈，谐振是什么意思？串联谐振起电感跟电容的电压刚好。 谐振的时候抵消掉，好，阿阻抗也是刚好抵消掉，但是电那个变流就不一样了哈、哦，变流谐振的时候呢，它不是电压，它是电流抵消掉，好，画起来，画起来啊，变流谐振的时候哈、哦，是这个电流叫做 IL 好了啊，这叫 IL， 这个叫做 IC 啊，这个叫 IC。 那这个叫做IR啊，好，它谐振的时候变成谐振呢，啊，就是这个电流跟这个电流呢 ，L 跟 C 的电流呢，正好相反相位，大小相等，啊，方向相反，好，所以两个刚好是抵消掉，好，所以以这个总电流来讲，就是这三个电流相加。 但是因为 L 跟 C 的电流呢，哈 ，IL 跟 IC 呢，这两个相加刚好等于零，所以整个就变成怎样 ？IS 会等于 IR， 因为整个电都成为什么电阻性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你电压这么大，啊，电压除以电阻，啊，那就是电流，哈、哦，所以就是四三三七七T，是这样而已，这样看得懂吗？很简单嘛，哈、哦，好。 好，这个就这样，好，结束。